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那来玩这一款《征战三国》，哇，只有两种登录方式诶，Facebook 跟 Google，那我用 Google 登录吧。OK，给大家解压缩，下载一下，更新档。还没有音乐。诶，怎么又一次？Again。好，那伺服器目前是二服，忠心在汉，一往无前。公告看一下，好，没公告，点了没反应。游戏是在那个巴哈那边有已上架啦，已上市老将赵云领50000赵家军，啊。好，比较小声一点，有音乐了。语音偏小声。那 Play 商店上面有12个人评分嘛，全部都是给5星诶，是不是打广告啊？通常不会给5星啊，给5星就是打广告。至少我觉得一个游戏好玩的话，我会给3星到4星。那游戏如果出现闪退啊、bug 啊，可能就会给2星到1星吧。要赶快处理呀、啊！哇，突然变好大声，所以这个音量都没调整好嘛？哇，这魔董族是不是长好像魔王？画质不太 OK，我觉得啦，这个战斗中这个人物的画质有点模糊。反正就三国题材的游戏超级多啊。你们在 Play 上面输入三国的话，可能出现一大堆吧，一海票。就找一款自己喜欢玩的来玩。啊，阿姆，哎，怎么没有出现？哎呦，它没有显示。哦，这边小帮手有个 Life 二 D。那凤鸣山一战，赵云击败了兽化，不是魔化，是兽化。这次是兽化。那感觉这边是放置挂机，好，美人貂蝉挑战，好，红颜祸水貂蝉，回合制战斗，那这边的话好像没有任何的技能可以按，就自动战斗获得的铁剑一把。啊，武将，很少一开始就给我们赵云对吧？很多游戏一开始不会给赵云，赵云都要手出才有啊。手出赵云，大家就想要手出。没有，这款游戏先送我们少年赵云，少年子龙。这个战斗的那个人物做得不好，我觉得有点僵硬。继续打，打关羽。为什么你们两个要打？好，隐藏特效、显示特效、跳过战斗，之后可以获胜的时候可以使用，然后快速、正常，不怕吗？好，反正就获胜，负一。来，咱们继续。酒馆抽角色，英雄，来杯人家三个喝一卡杯池，嘛。来一杯，这个应该是虞姬，好搓的虞姬，那我们要编队了吧？人中吕布布阵，九宫格，好九宫格，开战。邵子龙是枪兵嘛，然后后面那个是什么兵？好像是法师拿着一个扇子。这个战斗音乐好熟悉呀，不知道是用谁的。每次玩一些三国游戏，如果音乐很熟悉的话，上传到 YouTube 就会被黄标吧？就音乐有版权的。这个江东黄盖，
挑战。从小到大玩了三国游戏不知道几款啊，超级多。东武角色，大乔小乔吧，他也没有讲，就写东武美人。东武美人是谁啊？肯定都不美啊。好，领取挂机奖励。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武将如何穿装备？我乃常山赵子龙是也。升级耶！哦，他升级之后，这个名称就变了。一件卸妆哦，哇，美了。就自己穿一下吧，反正还可以升级啊，升级需要这个消耗，这可以吧？有没有一件穿戴啊？没有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哦，只能自己慢慢穿。好，我现在只有两只而已啦，就虞姬跟他问号了。觉醒后武将将实体化，现在没有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回首页吧。通关冒险玩法啦，这种玩法三国都通常都是走这种流派，有的是 SLG 嘛，然后有的是战棋，然后有的是这种通关冒险的，三国为主题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个来看吧，把这些界面稍微看一下。这边还有人在聊天哦、欸，你们也太认真了吧！好，哈姆现在六等，更换头像，好丑啊！这个赵子龙怎么有点丑啊？这个头像的眼睛不 OK。那 VIP 零称号现在没有，变强。除此就能变强，每日必做图鉴。哦，关于马超、张飞、貂蝉什么的一大堆，反正我们一开始就拿到赵子龙。推荐阵容应该是有一些 buff 吧，就是阵容如果好的话，就可以强化。那专属礼包，喊我三步之内取你小命。手冲礼包，之内取你小命。七日活动，大部分游戏都是七日活动嘛，然后登录也是，就七日还有登录还有分活动嘛。那这边是第十四天了，哇，十四天 SS 专属箱，可以获得七选一耶，哦 ，SSS 三个 S 啊。获得这些武将的专属武器哦 ，OK， 好像七选一耶，然后再选择一个武将的专属武器，这好像是专属武器而已啊，不是武将。福利活动，有关于基金的全部都是厨子，那分两种，这些都是要厨子吧？我们只能这种每日签到啦，可怜无氪玩家就是每日签到而已。然后拿这种最基本的，拿至尊的话你就要厨子，厨子的话这边要购买88元。煮酒论英雄是什么啊？成就吧，哦，满足这些成就的话可以领奖励。那这边挂机，好，那这边可以缩放，龙魂是什么呢？OK， 好像可以让我们这些觉醒变强，是不是？然后会有属性加成。背包，我这边还有一些背包，还有一些道具。
武将的话应该是可以升级的啦，我升级一下。我看一下哦，我的这边有400多。随便升一下吧，我现在只是少年子龙而已啊，待会可以，以后之后可以变强吧。那还有套装，神器、觉醒、星魂、强化、宝石，之后才会开。技能的话，现在是3个技能：主动、被动、被动。详情。OK， 那我们旁边这些东西都看了嘛，然后中间的这些玩法就是酒馆是招募嘛，然后这边还没开，国家千层塔玩法大厅擂台还没开，军团市场，熔炼铺应该是装备多的话可以合成吧，是不是？装备升级，哦好，装备升级，还有碎片转化。OK， 那我们继续出征。Go go go！ 我们把这个第一章过了，第一章应该就是最基础的啦，就新手嘛，快速播放，我感觉不出有什么差别，马上就秒杀啦，因为我刚刚有练等，我偷偷练到10等啦。司马师，我只知道司马懿耶，他好像都喜欢用那种形容词啊。就姓名加形容词，他叫我们升级，我们刚刚已经先升级了啦，自己先升级了。这个是兽化董卓吗？还是魔董卓？这个正常快速我感觉不出啊。西凉马腾，好，返回什么刷？这是我们角色啊，这江东小霸王啊，孙策是不是？哇，孙策是紫色的哦。返回。许褚，哇，这个许褚有点帅，还有刘络腮胡，长头发，这些画风，反正久了也习惯了，管他丑不丑的，反正他就这样子。好，第一章过，那我们应该可以回去，有没有宝箱啊？没看到宝箱哎，好奇怪哦。不是通常都要有宝箱吗？这边有一个加速挂机。好啦，先点龙魂。龙魂归位，七龙珠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龙珠哎。好，七龙珠，七龙珠。好，七龙珠，然后战力提升，我现在20000啦。好，这画质很抱歉啊。说出你的第一个愿望，给我力量啊！品质提升至蓝色 ，OK。少年子龙已经进化成赵云了 ，OK OK。啊，第一个愿望，给我物资吧，好烂。财富啊，全部都给了嘛，3个愿望。了解了解，属性加成的哈，我这边有一个属性加成。好。那我们第一章过啦，12颗星宝箱在哪里啊？不是通常会有宝箱吗？难道这游戏没有宝箱？名将列传的话24等才开耶。哦，这个宋神将，这个是孙鲁豫，我不认识耶，我真的不认识，因为我只知道孙尚香啊。这边好多玩家还在聊天，每日必做。我想要干嘛？
看一下我们的赵云。我乃常山赵子龙是也。好了，哇，不够了，不够了，这可以升级啊！更换，我们刚刚可以更换三星，哇，加800战力。这边道法玄机，变幻莫测。好，我们继续更换，更换刚来一把二星的斩马刀。那我们现在多一个哎，13等可以上职上阵新武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练到13等，然后他应该会让我们再抽一个角色。这个是带来洞主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南蛮新兵哦，南蛮不就孟获吗？还有那个祝融夫人。哦，南蛮大王出现了，孟获。果然是孟获啊，七擒七纵是一些历史、一些三国的典故吧。哦，打一整排，戳下去。好的，获胜，继续。这应该是祝融了吧？祝融夫人，这里，在这里。强化加一哦，强化丹，神龙宝珠称的，我们又要去那个许愿了，七龙珠许愿。好，强化，强化，强化，加战力，赵云加一啦，需要这个强化丹，掉落的话主线任务会掉。那我们一样。包三娘是谁啊？我不认识欸。包三娘，秒杀，护花使者，包鱼的包。啊，叫我打叉欸，回城。酒馆，果然要抽角色啦。这个角色通常都是固定的啦。张新彩哦，张新彩。好，获得张新彩。张新彩知道啊，常常都嘛有，因为女角就那几只，三国女角老是那几只嘛。那我们应该先看一下武将吧，可以上阵。好，上阵，然后来练一下他。先穿一下一星的装备，然后升级一下。花花我都用掉了，没有那些升级经验药水啦。那我们这边可以龙魂归位，七龙珠，这七龙珠蛮好玩的欸，竟然有七龙珠的玩法。我现在挂在这边啦，挂了没有？好，你可以领取奖励。放置挂机啊，这种现在都这种玩法啦。这是我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哦，藏霸还是藏霸？反正也常出现这一只嘛，好像也是一个盗贼是不是啊？还是山贼？藏霸，上网查一下。啊，你有兴趣自己查吧，我不查了啦。反正我这种知识没用，没用知识。美人如玉是谁呢？黄月英哦，哦，黄月英，黄月英是那个谁啊？诸葛亮的老婆欸。你不要以为她美哦，历史史书上说她是丑女。就是黄月英的老爸跟诸葛亮说：“欸，我女儿很有才，你要不要娶她当老婆？”那个诸葛亮说：“好，娶她当老婆。”就这样。河北颜良。颜良啊，颜良是被关羽给斩了。颜良跟吴丑啊，这两个猛将好像都被关羽给杀了。就是你把吴丑跟颜良想象的很强很强，结果是被张羽，结果被关羽给干掉。不是张羽，是关羽。来，继续，张新彩强化一下下。
在我们张星才叫强化啦，加一。我觉得这个游戏的那个人物的画风比较不三国，比较不三国，有没有？张星仔怎么感觉很像学生妹啊？道法玄机，对吧？然后有做 life 2D 还 OK 啊？行啊，行啊，一个妹子，新彩妹子，大耳刘备。刘备字玄德，好不好？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，三国游戏玩多都知道嘛。张飞字翼德，然后曹操字孟德，奇怪怎么一堆德啊？白马义从，公孙瓒，好，东北德，听说是个渣男。听说啦，怎么扎法不知道，上网查了。那我妇科圣手，好笑哦，这个是，这件是华佗吧？对对，华佗啊，还是华佗？妇科圣手、欸，哎，这游戏那给他们称号还蛮好笑的、欸，哇，金色的、欸，金色的，华佗是金色的。女中诸葛是谁？我们待会来看女中诸葛会是谁啊？神将放送马云禄，确定？应该变成碎片嘛，然后把它招募出来。这个孙鲁豫哦，也是一个正妹啊。那么就把它上去二三等，我现在还没二三，我现在多少啊？不知道，看一下看一下。十八，好快了。游戏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。玩了22分钟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、欸。哦，这个女中诸葛我不知道是谁，有点像暗黑精灵，暗精灵，黑妖，王毅，不知道谁，是谁的女儿叫王毅？王允的女儿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王允的允是那个貂蝉吗？好，请上网查。我不查。打不太动，打不太动，就是我战力不太够。张星才，哇，放这个盾要干嘛？后面人会打你。那我们把第二张给过吧。好，布练师，布练师是那个谁的老婆啊？是不是就是那个谁的老婆啊？周瑜他们那边的布练师，来查一下布练师谁啊？我有点忘了。我们有想查就查。布练师是孙权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哦。对啊，孙权的老婆啦。那返回，这是颍川钟会，我不知道谁，他都会用一些典故，他叫钟会，哦，我不知道他是谁。打得比较慢啊，我需要练功了，我需要练等，越来越慢。反正放置挂机嘛，当你打不过的时候，你就得，哦，你就得好好练功啊。玄机变幻莫测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打了啦，好不好？因为已经快25分钟了，游戏玩到这边，大家应该也看得差不多了。三国玩法呢，我觉得还行啊，还行，蛮好笑的，什么妇科圣手。这有一些好玩的东西，这边可以加速2个小时吧，果然放置挂机都是2小时啦。好，我们瞬间就22等了，然后解锁这些东西，武将可以强化到+2，然后开启保护限地，其他玩法啦，这是主线通关嘛，你玩到某个地方你就会卡关卡等，你就必须慢慢的累积你的战力。
放置。那组成的话，这边会有其他的玩法哦，想玩的人就来研究吧。我现在还没开啦，就千层打什么玩法大厅之类的。那就先这样吧。哦，有兴趣的话，我会把游戏的那个下载连结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位，哦，再下载来玩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